各位歌友大家好，最近啊，我的好友爱好赛歌运动的阿豪哦，他跟我分享说，你知道吗？丁氏兄弟又在2023年南海夏季做出一支唯一规范，我一听整个就很震撼了。哇，因为我在2021年有去采访过丁氏兄弟，在这个五洲赛歌杂志有进行六个月的连载介绍专访哦，没想到专访过后这两年，丁氏兄弟的成绩更璀璨了，在北海也是有听说哦领大奖哦，那个八九位数啊，没想到今年夏季又有唯一归返这么荣耀的成绩来创造。那这个可能以后看看有没有机会，我们请阿豪再帮我们跟里长去整理介绍一下他这两年的成绩，因为阿豪他跟里长丁氏兄弟的交情有大概5-6年，可以说是亦师亦友啦。这个丁氏兄弟对阿豪来讲，好，可是这个呢，我们以后再看看。那今天刚好就透过节目啦哦。我们来欣赏一下丁氏兄弟他们参与赛歌以来，从最早期到2021年部分的这个成绩跟一些比较特殊的时机，我们来欣赏一下。丁氏兄弟丁水竹丁水明的名声海翔20多年来，屡屡在全台各季各县市的比赛中出现在得奖榜单上，要让人忽略都难。有幸跟丁氏兄弟合作的歌社都对他们的歌席赞誉有加，感恩赞叹者非常的多。丁氏兄弟两位先进从1977年陆翔开始养歌到现在，可以说将近50个年头，堪称是赛歌界的传奇。他们在各个世代交替又瞬息万变的台湾歌界，从来没有遭遇过任何的不顺遂，这是他们最厉害的地方，在任何赛制都能够保持非常好的成绩。而且丁氏兄弟中的丁水明先生担任善化胡家里，也就是胡错寮的里长，有非常多届。那现在在台湾台南善化这个彩绘村，也是我们丁水明里长，可以说是在他任内推动建设的，非常的有创意、有活力。简介一下丁氏兄弟他们所培育的歌系，主要最早就是从开基高带的卡利亚詹森第一配对、第二配对、第三配对下来的歌子作为基础歌，再引进一支这个 KBDB 全国第五名的红宫哦，一只红冈，他丁里长说他的霸气的贝特，再搭配呢，除了以上歌系，再搭配一个擅长二气候的万德维根，就是作为丁氏兄弟歌社的基础歌系，再来融合这个后来可以说是丁氏兄弟独家的这个超速系，来创造了有这个丁氏兄弟历年来的各种辉煌成绩。其中有一对这个算是叫做天作之合的超速314配超速603，算是相当有名的黄金配对。第一次做出就参加这个单胜歌咏盖大会歌咏中奖的比赛哦，竟然做出这个幼幼歌哦，
就双双同赴路上，而且有一只还是获得得四名的幼丁的成绩。那这个314603这个配对第二届者，也是个同款同赴哦过关入上。那丁氏兄弟的好歌真是太多太多了，那我们就先从这个海翔开始。在民国89年，也就是2000年，我们丁氏兄弟有四支的入赏歌，在2000年夏季散花比赛获得非常惊人的成绩，总共拿到综合冠军4等、10等、13等，全会回来18只，全船回来49只而已。咱这个丁氏兄弟就定4只哦，来开启了这个辉煌的这个赛歌人生哦。啊，丁氏兄弟单工诶，最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就是伊跟咱交友拢同款，算是业余参赛，平常都还有自己的事务要忙碌，但是他们都还可以获得非常好的这个赛歌生涯，是值得我们歌友来学习仿效的。那我们这一回的节目算是一个开场，就不多说太多，还有很多好歌，像什么巧克力叫啊，我们慢慢再来介绍。接下来就让我们来欣赏所有这个算是历年来主要的丁氏兄弟的入赏成绩，直到2021年为止的部分。